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狂人。这几天的影片越来越刺激了，因为极限挑战一天比一天还要强。那再来，有可能就不能用自动模式了，要把 Auto 给关起来，改成手动模式。那么前几天的跨区赛，文老爹拿到了冠军，我们在这边恭喜他。老爹练的防守角色春水练得非常的好，建成这边则是练了非常多的攻击角色，两个人的路线有一点不一样。好了，蓝蓝要来了，这一次对面已经有四只不能动了。东四郎在这个爬塔的时候可以有这个 buff， 但是伤害其实有点不够，所以打到后面会开始有一点没力气。包括我们目前摆上的尼禄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现在给他设定在第二回合才会出招，有的时候没有发招就挂了，也就完蛋了。好嘞，这一场打完了，等一下就越来越精彩了。目前到519层，这一次对手的 BOSS 古里姆桥，前面那只也是非常的讨厌，不是，应该说前面每一只都很讨厌，每一只都很讨厌，这个模式都很讨厌。但是也有值得关注的地方，就是我说的今天影片有刺激的地方。这次西瓜190万，轮到山本老头，目前看起来每一只攻击角色蓝蓝的伤害以及暴击是最稳定的。好嘞，倒了，剩下两只，这只也很讨厌，非常讨厌。补个血。小雾这一次没有暴击，蓝蓝还活着。白衣服飞掉了，到了第二回合要收尾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要加速进程了，赶快往上爬，看到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手动模式。我知道有观众留言啊，说要用手动模式，我们知道，因为现在在打呢，先用自动就好了。来看一下到底可以打到什么程度。这一次520关碰上6只斑木一角，斑木一角一次打整排的，一只都是100多万，相当于6只，总共伤害大概700-800万，跑不掉，非常的痛。所以啊，这一场不是我们赢，就是他赢。西瓜宅260万，当然西瓜在这个模式打得更高的伤害，顶级的都可以打到300多万去了。这一发还是比较关键，因为很多玩家都有练这个蓝蓝，这一次700万的伤害，前面还有3只，靠尼禄还有一个巫师防御，这点也是很重要，所以在第二回合没有关系，先给他摆着，稍后可能就需要第一回合要发动攻击，我们再把尼禄先拆下来。521层，这只看起来非常的帅气，进化后的小屋。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超级绝技怒攻最帅的就是进化后的小屋了，但是这一次要尽可能的不要让它发招，把它先消灭再说，否则它这个发招应该是很可怕。这一次177万，喂呀，这个血好多啊。还有一个山本老头，好嘞，山本老头这一次表现也还不错，198万，蓝蓝好像6只全爆了，走到712万去了。快点把小屋打掉，不要给他发招，有没有机会？应该是可以，这一次刚好倒了，剩下斑木一角，100来万的伤害。这里白衣服也挂了，我觉得尼禄的伤害还是有一点点飘飘的，忽高忽低，跟这个高血压一样，一下子很高，他发火的时候就好高啊，没有发火就降下来了，很奇怪。好了，那我们马上来打反对 BOSS 这个模式，我相信还是很多没有花钱的玩家可能伤害打得比较低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报仇，把这个王痛扁一顿，看看最高可以打多少。
还是要看黑崎一护。这一次就先放了一个精通技能，白一护这两下玩泥路，泥路也没有暴击，不过古丁母桥在这个模式真的打得有够痛的，碎风打得也是有够痛的。你们也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表格，他把碎风的强度弄成很强，其实他真的是有点强啊。我们常常拿他来看对决赛的时候，一个火炮打过去，我们不要讲100多万、200万，你打了60万、70万，有的时候对手就趴掉了，那么你就可以用碎风在首回合先交换对手一只角色。很幸运，如果他第二回合还真的能够站着的话，那么就还有机会再做攻击。好嘞，轮到这个很讨厌的王来攻击了。这个王37万，那么这6只角色目前场上的，如果是顶级的，都发了怒攻，大概有多少伤害呢？其实算得出来啊，一只白衣户130万，古丁母桥400万，530万，冉冉大概就170万左右啊，那就是700万，还有碎风，有的时候250万，一路250万。大概一回合的怒攻是1200万，再加上一连环的普攻，这一次就是1800万。但是呢，刚刚有一些没有发招。黑崎一护又来了，黑崎一护非常吃运气，还是多发一点精通技能，又暴击了。下一回合尼禄又要开一个大招了，来看一下尼禄的表现。目前第5回合结束，所以已经打一半了，伤害还是只有4460万，也不是只有4460万啊，4460万是很高了，不过我们要打得更高，所以就变成了你要多打一点，不然伤害是不够的。这一次风文华只有灌120万，这个王的大脚又踩过来了。到了第7回合，5400万，看白衣户能不能多攒一点，攒个150万也好。哇，完蛋了，这个没有暴击，就74万，直接砍半了。古丁母桥还是一样，404万。上一回合冉冉是打190万，那这一次也是190万。这一下火炮你们就砍到了碎风的魅力。他不是只有绝技怒攻很强，那普攻也是不得了啊，那这两下伤害是200万。准备迈入第8回合，目前还差2700万，平均一回合还要打900万，这一下220万就差680万。这一波攻击看起来问题不大，应该有足够了。哇，还超过了，打到1160万了，那么8500万。第9回合，目前其他伙伴气也不够，这一次暴击尼禄这两下伤害也漂亮，古丁母桥120万。最后一回合了，还差870万就抵达1亿大关。好嘞，给白衣服再攒一下，这一次暴击了，刚刚没暴是70，这一次暴击大概是2倍，136万。尼禄没有暴击，很可惜。9480万，9500万。好了，抵达1亿大关了。打完反对 BOSS 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集预告。好了，我们越打越后面了，目前3本老头先出招，接下来来看一下庆典冉冉的魅力，还是都暴击了，300、400、500、600、830万，还有非常多的普元。这一关到底好不好打呢？什么时候手动模式会关起来呢？ Hello，6只普元，你好，老头来找你了。接下来还没结束。